九龙乐富特酒店位于弥敦道庙街附近，离佐敦地铁站只有四分钟步程。今次介绍的住宿套票包一晚酒店和自助餐添，十月底前入住的套票都是700元起咋。即刻看看示范单位先。香港酒店原来都几大，这间房有成240尺噶。酒店环境好新净，房间设计时尚得嚟又舒适。基本房间设备齐全，支装水、热水煲、咖啡茶都有。床头电子板就可以控制厨房的电子设备。浴室设备和个人护理用品都齐全。短住一晚就可以带少好多嘢嚟噶。虽然冇浴缸，不过呢个雨淋花洒即时提升度假指数啊！推开浴室门就揾到拖鞋、浴衣、夹万设施啦。仲有大床房型俾你拣，而房间内所有设施系不变噶。Staycation 一定要玩到尽，嚟 gym room 当然是指定动作啦。想进一步提升度假指数，做翻个 spa 先啦，仲有7折，每人俾多100元，自助午餐即时变成自助晚餐啦。呢个生蚝和牛主题 buffet 做到9月底咋？哇，主角出场啦！今晚有嚟自爱尔兰嘅生蚝。由大厨即叫即开，保证新鲜。事不宜迟，我要开餐啦！真系好肥美啊，好鲜甜爽脆啊！海鲜选择唔算多，不过长个蟹、车口、大虾齐晒。主题菜式之一仲有和牛肉片刺身啊！鱼生刺身、日本寿司又点少得啊？你睇下件和牛刺身嘅雪花几靓，和牛做主题，凡系牛嘅菜式都系必食之选啊！呢款烧牛肉烧到啱啱熟，就最啱我口味啦。再饱都要食埋甜品先得，食完蛋糕再食多杯哈根达斯就最圆满啦。套票究竟可以在哪里订到呢？很简单，只要在我们永安旅游的 APP 就可以订到的了。如果想看更多精彩的片段，就记得订阅我们永安旅游的 channel 啦。